你说什么？抓抓鱼。最想去抓鱼啊？啊。为什么要想去抓鱼？抓多多鱼回来讲。那我不去了。那你去找鱼姑吧，去找小玉吧。哥哥姐姐在不在家都没人跟你玩了。那你去小玉家，那里不怕的，他那里没有狗狗了，可以去跟那里玩了。那你去帮我拿桶去洗衣服，我就带你去啊。为了小玉抓鱼，都动都去拿。哎，走了，拿了动你就去，拿不动就不去。那拿不动就不去了。那走吧，我拿吧。你拿。我走吧啊，来走去抓鱼去。在家没人跟你玩了。玉姑跟小玉去上班读书了。玉姑不在家了，叫你去玉姑家又不敢去，发现你越大越胆小了，不像以前还小时候那么大胆，现在去哪都不敢去，去小玉家也不敢去，因为小玉家有个狗。一叫他就跑了，那走吧，不能搞湿衣服吧？你答应我不能搞湿衣服吧？搞湿衣服怎么办？那就挨早打啊，打屁股揽油去啊。掉下去就不要了。嗯，这两只鸳鸯蝴蝶，你在干嘛？他也不走，啊，我找一只小斗鱼。哇塞，小斗鱼这都被你捞到哦，那就放好来吧啊。快来，你看这里好多鱼。哎，你不要来，别吓跑它。捞得到吗？捞不到给我捞，来一二、哦，有没？有捞到，有一个地方。会洗吗？我的小暖男，你是我的皮衣还是我的小棉袄？洗衣服要放泡泡来洗的哦。你洗你自己的啊！打开衣服。我的是养儿子当女儿一样养，什么都叫他做。不要放那么多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的，小鸡，戴上。你是来玩的，你是来帮我洗衣服的吗？小斗鱼，你的心思都不在洗衣服的上面，都是在小鱼那里。啊？啊？来洗完我都跟你一起去抓啊！还有这么多，快点吧。我家洗洗。这里最多鱼。小虾米最多在这里躲着。一个一个，哎，这个网太大了，老是跳出来的。乐乐，拿过来装，快点！小虾米有只小虾米，有小虾米。你要放走它去啊？叫他回去找他妈妈啦啊！这只不要，回去找妈妈。给逮个小虾米、啊。还有一个。哦。得那么多了哦。小孩。妈妈这里还有。
哪里？哇，这里有只小鱼。抓到吗？那鱼很精的。哇，你看阿姨抓了个小鱼不？这是什么鱼？妹，来拿这个来装，不要放那里去了。哟、你看这里有几个小虾。像是排在那里。对呀、虾子很好抓，但是小鱼不好抓。你看这里小鱼好多的。澄清街，对。你叔公要洗衣服了，叔公。抓得到吗，乐乐？你这个下猫床的死老鼠被你抓了三个、四个了。5个，6个。慢点，慢点。过来它就会跑的。捞不到的。你看这里有好多个，这个鱼叫什么鱼啊？在这里呀、我刚刚抓了，不好抓，这里都有两个。就是前面手捧的。这里都还有。不要来人员。这里，妈妈。等一下，捞的一个，捞的一个。放在这里。很难抓的，这个很精。可以啊。又捞到一个小鱼仔呀、还是跟刚才那个怎么都被你碰到呢、哇，你也得一只啊，拿去放啊、又得一个啊、拿去放啊、终于得一个大的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大呀、蛮大的哦。对呀、藏到底下装啊，你拿那个啊，那个瓶子来装啊。这两条、这三条比较大，一捞就有。来，四条，越多。这个小鱼仔，你看真的很啊！你别看，一捞就得，一捞就得。你要看准它在哪，然后就。哇塞，这有啊！这两条比较大。捞鱼真厉害，太过瘾了是吗？叫你走都不愿走。那两个娃仔都回家了。哇，你看这样子不行的，会死的。看得了蛮多个了不、都蛮多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啊。开心吗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啊。把这里给封开。不用你，不用你，就放这里大一点的养。那小的养不了的。那是最小的就这里。你就想在这里搞。快点去拿鱼啊！阿姨叫你去拿鱼了，快点！就得一个大的。你看这好大的不？一下一只，一下子又得一只，好兴奋呢！这里又一下得两只去啊？三得了三只了，一斤。这里又得那么多了。都是一只一只的。看一下你的多少个。都蛮多个的哦啊，来走吧。我拿。乐乐，我看一下你的多少。哇，好多鱼货哦！你干嘛放个大的石头进来？那沙丘不用在上面吗？不用的。可以了，等下压死它去了。走了，拿鱼货回家了吧啊！得这么多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点啦！哇，这黄皮沟好黄哦！今年都没有去年那么结。我摘个果来吃。我要吃。你也要吃啊？有那么酸哦？你吃一口。我吃一口看。还好酸的，不够甜。不到时间就够甜了。老妈看到我们吃的都感觉酸，吃点酸了也好，等一下好去吃螺蛳粉。好久不吃螺蛳粉了，这两天老是刷视频看到人家吃螺蛳粉，就很想吃螺蛳粉。
等下我们也出去吃一碗螺蛳粉，好出去解解馋。好久不来赶街了，是吗？我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来赶过街了。我带你来吃粉粉啊！吃粉粉没？吃螺蛳粉啊！不要吃螺蛳粉。那你吃什么粉？肠粉。啊？你吃肠粉啊？我又不喜欢吃肠粉。那叫爸爸打包给你吃啊，好吗？走吧。对了，看到螺蛳粉也想吃螺蛳粉了，是吗？刚刚叫你说你要吃肠粉。我就没有你的油糯糯呢，哎呦，你吃那么好不？吃螺蛳，这吃猪脚不？哦，是吗？是吗？你看我吃螺蛳粉。哦，那这个是猪奶奶的脚，你就好了、哦，吃猪脚粉。对，你们俩父子就是猪脚粉。我就吃素的吧。好好吃的粉粉，好好吃的肉肉。那你们吃呗。嗯，给妈妈，给妈妈煮一口嘛。吃快点嘛。给妈妈煮一口嘛。不要汤。你吃完那个就有没有汤啊？不要汤。那他把这里都满了。为什么里面有水？不是水的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吃吧。嗯，好好吃的猪脚粉是吗？很好吃啊，好吃没？大哥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啊，可以了，吃吧。那个肥肥的我不敢吃，我吃素的吧。先吃粉先。妈妈，真的好吃，好吃你就吃多一点。吃着吃了。你是老虎，你也是妞妞。对呀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，这么好吃啊，真棒啊，顶呱呱，我乐乐顶呱呱，吃完去吧啊，要吃完去才饱吧啊。看看他们在这里卖菜，赶街，快去买电条，快去逛街，好吧，走吧。蘑菇，那个蘑菇可以吃啊，那个蘑菇可以吃的。红色的呢？啊？红色的可以吃，可以吃的吧？红色的吧？红色的也可以吃的，它不会，它不会敲地锅盖的。不能，会死的。会死的、啊，那就不吃吧。走吧，去赶街。蛮多人的哦。那我们去买点果果就回家了啊。买鸭鸭。不买鸭鸭了。
拿了你的那个莲藕纸，他也走了。原来老板娘，问他送荔枝给他，他都不吃，他反正有这个他都不要其他的。那个还是那个俺娘送了一个给他，大家说还要多几个。他送了一个给他老师的女儿。回家了吧啊！哎，这果也买好了，回家了。你不叫你那个同学去那老师叫他，他还害羞呢。回家了。